妈怎么叫？娘。狗怎么叫？哇。牛怎么叫？牛。它在床上怎么叫？它在床上怎么叫？我差点在床上怎么叫？那你在床上怎么叫？猫怎么叫？猫喵。狗怎么叫？汪。牛怎么叫？牛。小小。牛哎。猫哎。那你在床上怎么叫？现在床上有三只动物，那家子呢？啊，我讲了你就要很快速的回答哦。那这只手上？我在想，猫怎么叫？喵。狗怎么叫？汪。牛怎么叫？牛。它在床上怎么叫？有条兄弟真好笑呢。哎，迪哥，迪哥。我问你哦，如果有一天我被人家绑架了，那对方说要你吃屎，他们才会放了我，你会为了我吃屎吗？怎么可能，白痴哦！可是如果有给你一万块呢，你吃不吃？让我吃！不要啊，干你就要吃啊！不要让我！巧克力棒棒！想袂到这么侪年无见，你讲话同款这尔趣味哦。哈哈，吴总，恁公司嘛真无简单啊！短短啊这几年，就甲 Slim Body 规个拢甲吃落来咯，真正是后生可畏啊！那 Slim Body 这种小公司，哪有可能甲这种几十亿 BOT 案来比啊？唉，吴总，你又说不低啊！虽然这几年我公司的业绩年年的节节高升。但是我身躯边的助理，一个比一个我脾气，常常我一个头两个大。哈，黄董诶，人咧讲树多必有枯枝，人多必有白痴。你的助理，哪有可能有比我较白痴啊？哼，吴总，无咱两个来小输，看比谁的助理较白痴。输的人下暗爱请对方吃我家牛排。好。好。一言为定，大宇。嘿嘿，站！我只有一张健保卡，你帮我去银行，给我领一百万出来，密码是0487。好，我先来哦。哈哈哈，吴总，你看，阮这里有白痴无？哼，你嘿哪有算白痴？换我，迪哥。我给你五千六百五。来，这是阮家的钥匙。你即摆去阮家，看我有伫咧厝的无？嗯，我出来了。嘿，还佫一摆摕的。哦，是是是，嗯。你看。你哪会伫遮？你毋是去领钱？哼，阮当的啊，摕健保卡叫我去银行领一百万啦，都是我白痴哦。哼，今日拜几？今日礼拜呢，银行没开啦。是哦，阮做个牛，更加白痴。你叫我去银行，看伊有伫咧厝的无？家己有手机也袂使卡，看，真正会偷鸡哦，唔知偷到底啥，当作咱真正袂饲，伊才袂饲咧。来，顺来。